再介绍一下您自己吗？好的，我现在从现在的这个身份来讲，我就是一个弹琴的琴人，或者是一个教琴的老师。当然，如果再往上说及的话，以前我这个弹琴也是一个业余爱好，因为以前有其他的工作吧。现在退休了以后，现在这个弹琴教琴就变成我的一个主要的一项工作了。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古琴，所以日常的这个弹琴也好，或者是出去演出啊，或者是上课给学生，也是实际上也是我自己沉浸在这琴里面的一种自我陶醉、自我享受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也蛮开心的在这里。现在就是享受艺术的这个过程。对对对。那您刚才给我们弹的是一曲什么曲子？这个琴曲呢叫《流水》。流水。我们中国人可能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历史传说，叫“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子期一个弹琴一个听琴的这个故事。这个《高山流水》这个琴曲呢，它在很这个传说它是春秋时期的啊，就是它是一首琴曲。到唐代以后呢，它逐渐演变成两首琴曲了，就是《高山》是一首琴曲，《流水》是一首琴曲。到近代以后，随着这个琴家的不断的给它那个加工，不断的润色，在改变，它现在这个曲子已经，非常完整的非常形象的，表现了这个从那个滴滴泉水汇成小溪、汇成江河的这种自然现象。而且这个曲子，在这个琴人、琴家之间流传也比较广，所以基本上可以是古琴音乐的一个代表。哎，对对。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古琴，熟悉古筝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中国传统的管弦乐器会比较多一些，您觉得古琴的特殊的魅力在哪里？古琴它作为我们国家传统的这个弹拨乐器，它的历史比较悠久了。在古代它就叫琴一个字，因为现在因为它历史比较悠久，我们称它是古琴。古琴作为弹拨乐器，我们是2003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我们申报的材料，根据我们的实物啊、琴谱啊这些历史资料吧，申报以后。他们就是承认你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列入这个名录以后，对他的介绍里面介绍的是近三千年，接近的近三千年。那是要根据我们的历史传说啊，根据一些最近有新出土的一些历史文物的一些记载再来分析呢，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古琴有将近5000年的历史了。5000年历史，那古琴传承下来也挺很不容易，很多琴谱呀，应该也有很多有散失。现在呢，我们国家这个古琴的这个保存的状况，包括这个传承人的状况，您能给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吗？古琴在这个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大多数都是以这个琴家的个人的这种口传身授，作为一种方式的。就是老师面对面教学生这种，所以他一直是流传在这个文人雅士，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间的，而且根据他这个琴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说他的物理特性，声音比较小，但是它便于携带，所以呢，很多文人就把它作为这个就是几个人三五知己好友聚会啊，或者是这个情侣之间这个用音乐来交流啊，这么一种工具。你像昆曲里面《玉簪记》里面就有琴挑这么一折戏，所以说这个古琴，它在这个上流社会，古代的上流社会，包括文人雅士之间，它是作为一种既是乐器，又是情感交流的工具，还是文人用来修身养性的一个工具。所以呢，它的在流传，主要是就在上层社会流传，当然普通百姓弹琴的人也很多了啊。说起他这个文化遗产这个方面，就是2003年世界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我们好像这个全世界了解中国古琴的人好像就多起来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中国古琴一直没有断，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像古琴的流派啊、传承啊这种，一直在民间也好，或者在这个不同的地区也好，它是一直在有延续的。尽管中间经过了很多这个政治的动乱，或者其他一些风波对它起到一些影响，或者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它这个传承是一直没有中断的。包括我们现在申遗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些古琴流派的每个流派的这些传人、这些老师、这些琴家们，也在积极地做这些自己这个古琴流派的这些资料啊，这些传承的这些历史上的一些文献啊，一些传承人的一些这些音像资料，都在做这些记录整理，就是使我们这个古琴作为非遗来讲，在各个流派也好，各个地区也好，它的这个文化更加完整了。原来只是有一些流派的，只是有一些只有记载，没有实物的，或者没有代表人物，不怎么很完整的。现在慢慢的也都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整理中。所以我们国家也有这个非遗保护这个办公室，统领全国的这个非遗，这个特别是这个古琴的这个非遗的作为非遗的一个这个指导。所以我们各地，包括我们我作为这个苏州民管学会的这个领导哈，所以我们对这个非遗来讲也是很重视的。特别古琴在我们苏州，它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我们现在苏州市大市像世界非遗两个项目，一个就是2001年的昆曲第一批，一个就是2003年的第二批的古琴，也是作为我们苏州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一部分。都现在会在比如说平江路或者山塘街有一些就是固定的就演出的场所，或者是就是对外交流的这些场所。那古琴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开放的工作室呀、开放的音乐室之类的？谈到这个呢，我们是觉得是有点说有点怎么说呢哈，觉得是有些地方做的是不是很到的。作为我们古琴传承来讲，它毕竟它是在个人之间这样师生传递啊，或者写爱好者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流啊比较多，没有上升到像昆曲这样作为一个艺术传承的一个重点的活动进行。比如它有传习所啊，还有很多老师这个拜徒弟这种。我们苏州呢就是单打独斗的这种比较多，就是个人行为比较多，作为一个政府指导下的有系统的这种不多。所以说我个人呢也是这样的。那我有个人工作室，那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就是我主要教学，藏鸟琴院主要是我们就是教学的地方。另外我们还有其他比方展示啊、收藏一些地方，现在正在逐步完善中。就是说也是以个人的能力在做，当然我也很想有政府那个主导下的或者在支持下的来做好这个工作。但是苏州的这个地方的它这个地方文化非常丰富，我说昆曲啊、评弹啊，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你要靠政府它全部来指导来做的话，这个不现实，他也来忙不过来啊。所以更多的还是靠我们这些就是喜爱这项喜爱这些那个艺术形式的、喜爱古琴的人，我们自己从自身做起，把这个古琴传承先从自我做起做下去。反正我对这个古琴传承的我的想法就是，第一个要走进学校。因为古琴的未来在青年人身上，我们祖国的未来也在青年人身上，任何的未来都在青年人身上啊。还有一个就是走进民众，他以前一直是一个小众文化，我们俗话说的就是高雅文化啊。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啊，人民的物质生活满足以后，这个精神需求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去了解古琴，喜欢古琴。这也是一个我们要以后尽力要去做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就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要做的。那现在在您这儿学琴的青年人多吗？或者说是大学生多吗？大学生是主力军。主力军。但是呢，我这里学琴的，可以这样说，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三分之一是大学生或者是年轻人，还有三分之一是中老年人。